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大大小小颗石头是不断的从山坡上滑落，不止落石，甚至连整块泥地都往下流动，场面相当惊险。来看看最新画面。加巴库哦，加巴库哦。这里是台十四线76公里处的中永桥路段，稍早山区又开始下雨，造成土石松动。而摊贩的路段仅距离雾社4公里，附近的居民看到是非常的害怕。而中永桥下面的路基还是呈现下陷状态，裂缝巨大，阻碍交通。目前道路已经进行管制，暂时禁止通行，提醒民众非必要不要上山。除了将道路留给救灾用，也避免遭遇危险。